想念他们。OK，接下来，这首歌已经有点不太好。好，这首歌呢，叫做什么东西？这首歌是我在好像五专二年级的时候写的歌。这首歌在讲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大家可以听看看。我常问我自己，自己算是什么东西？爱说大道理，自己却又难实行。我常问我自己，自己算是什么东西？爱说大道理，自己却又难实行。点了一根烟，来加速思考的沉淀，仔细的想清楚，这是什么东西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却想飞得高一点，想飞得远一点。我不想站在时间的盲点，虚度光阴，浪费生命。我常问我自己，自己算是什么东西？爱说大道理，自己却又难实行。点了一根烟，来加速思考的沉淀，仔细的想清楚，我算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却想飞得高一点，想飞得远一点。我不想站在时间的盲点，虚度光阴，浪费生命。点了一根烟，来加速思考的沉淀，仔细的想清楚，我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却想飞得高一点，想飞得远一点。我不想站在时间的盲点，虚度光阴，浪费生命。谢谢。
听得出来那个时候受张震岳的影响非常的深，所以他的吉他的那个和弦用的非常像张震岳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。然后隔了我距离上次来铁花表演的好像是3年前，对，那时候刚好是全国的县市长选举的前一天吧，当天啊。那我还记得非常清楚，我每次来都跟选举有关呢。今天啊，好像今天没有吧？这次是罢免黄国昌。好的，我们在这边不可以讨论政治啊，不能有颜色。我不会跟你们说我是黄色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好远好远》，收录在我们铁男乐队的第一张 EP， 那各大菜市场均有贩售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，搜寻我们铁男乐队，给我们一个赞，给我们一点鼓励。虽然我们已经3年没有活动，我们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目标，希望我们的粉丝专页呢能够点赞破万。那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有9999。这一切都是个试炼，请你加注在我的身上。我撑得住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个玩笑，请你宠着我吧。不该是他。他是如此温暖，他像太阳一样给我生命的阳光，他是如此的慈祥，他是如此的温暖，你却不公平地将他带走。我不要要走开，可是你已经离我好远好远，你的微笑，你的呼唤，已不在，已不在。他是如此的慈祥，他是如此的温暖，他像太阳一样给我生命的阳光，他是如此的慈祥，他是如此的温暖，你却不公平地将他带走。我不要不要走开，可是你已经离我好远好远，你的微笑，你的呼唤，
再一不再不要离开，不要走开，可是你已经离我好远好远，你的微笑是你已经离我好远好远，你的微笑，你的呼唤，已不在，已不在，听到我唱那么悲情，我们还不拿出手机点赞吗？谢谢，这首歌叫《好远好远》。好的。